明天天气怎么样？一同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地区，基隆、台北、桃园、新竹，23到33度。中部地区，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云林、嘉义，24到33度。南部地区，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恒春，24到35度。东部地区，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兰屿，23到32度。外岛地区，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22到31度。